肯定度化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就靠这个本事。啊，第二个，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你看做这个注解，做得多好。啊，这本注解做完了没多久，他就走了。这个缘是稀有难逢啊！啊，我手上还有一本夏老居士最初汇集的那个原本，他这个本子修改了14次，成为定本。第一次那个本子，我手上有一部。啊，我已经请台湾同修给我们印1000本，做什么？做纪念。哎，你看看老居士最初的那个分的是37品，啊，我想大概他是用37道品，啊，用这个数字37品，这最后的这个定本分为48品，或阿弥陀佛48愿，啊，早年慈州法师，这是跟夏老同时代的人。曾经在济南用夏莲居最初的汇集本讲过一遍，还有科判，啊，这一份科判黄念祖老居士送给我了。现在我印1000本呢，把这个科判印在前面。啊，科判是慈州法师的，啊，汇集是夏莲居的。保存他原来的面貌，做个纪念，很难得了。啊，我们遇的这个缘呢，连印光大师都没遇到，不容易，要珍惜。啊，读到这个经，看到这个注解，哦，才完全明白。啊，现在再加上这些科学家这些报告，怎么一对照，真的不是假的。具足坚定的信心，啊，恳切的愿望，人家无始劫以来修的善根，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全部补足了，这一念就补足了。啊，不要羡慕别人了，我们可能还超过他了。哎，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人讲心态，佛法讲心念，这个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科学家说了这么一句话，人的意念可以能够动摇山岳大山呢，啊，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个话我们相信。啊，所以念头要纯，念头要真。经云：王修圣行无有边，今获神通也无量。啊，我们的神通就是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要小看自己啊。再看底下第8段：佛正穷，佛正穷者，为佛正果穷极呀！啊，就是你成佛了，你所证得的，就是你所明了的，达到究竟圆满。啊，故三觉圆明，六通自在呀，乘法界性说圆满经。
这个圆满经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是完全相等的。啊，《华严经》细数，《无量寿经》是略数。啊，内容完全相同。啊，这个经佛说的，啊，三觉圆满，这个三觉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阿罗汉证得的是自觉，菩萨证得的是自觉、觉他，但是没圆满。啊，道佛是真正圆满。啊，这三觉圆明，六通自在啊！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啊，神足漏尽，啊，得大自在。所以称法界性是圆满经。啊，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理事因果性相啊，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经云：“佛住甚深真法性，所留圆满修多罗世也。”啊，十玄门，在一切经里面，只有《华严经》有。啊，其他经没有十玄的意思。可是净土经有，无量寿经有，弥陀经也有，这真了不起啊。啊，我们看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就是弥陀经的注解。啊，莲池大师用华严十门开启来讲解弥陀经，啊，所以这三部经古大德称为大本、中本、小本。大本华严，中本无量寿，小本阿弥陀。这三个是一部经，怎么是一部经呢？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个。参访的德云比丘，他修什么？他修净土法门。这很重要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中国讲人先入为主。啊，善财第一个老师出来参学，第一个老师净宗法门。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最后一个，你看一头一尾，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那善财学什么？善财肯定是专修净土法门。啊，那五十三参呢？五十三参是为了随喜功德，广度有情啊，所以什么法门他都涉猎啊，他都明了，都通达，一点障碍都没有，
想学什么就给你教什么。啊，最后直归净土，就显示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啊，你那个法门修的有障碍了，不能成就了，你赶快回头。你走这条路子，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这是善财童子给我们所做的榜样啊，给我们所做的证明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后面还有两段啊，明天我们接着再一起学习啊。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六十面，第六十面。第三行，可是我们还得讲这个玄门无碍施因啊，后面还有两条啊。我们先看第九条啊，第九。身定用，身定用者为入甚深大定而起妙用也，盖以海印等诸三昧力令一切法了并然其现无碍圆融啊。我们先看到此地啊，这个身定呢，就是清净平等心啊，这是真心。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他把所见到的自信啊，真心，用了五句话来描述他啊这个真心的样子。其中第四句是何其本性，这个自信本无动摇啊，他见到了真心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没动过啊，如如不动。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念头不是真心。你看念头，前念灭了，后念就生，
它永远不间断啊，间断就好了，断掉就好了，它就是不断啊，麻烦就是不断，不断的麻烦在哪里呢？不断就是六道轮回，断了的时候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自信真心里面呢没有六道，不但没有六道啊，连十法界都没有啊。十法界上面讲，六道上面讲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连佛也没有啊，这才是真的啊。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缘起啊，都是因缘生法，全是妄心啊，全是虚妄的啊。佛在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此学佛实在上说，不仅是佛法，事出世间任何一法，你要想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一定要定啊。所以修定在古印度宗教修定，学术也修定啊，他们的成就啊，才有那么样的殊胜啊。如果不修定呢，纵有成就还是有限啊。像近代哲学、科学，因为他没有修定啊，他发现了不少东西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可以说是数学提供了很大的贡献。先在数学里面发现原理可能性，然后啊再用精密的仪器啊机械去求证啊，去寻找去求证啊，用这种方法啊也发现了不少。但是这些方法呢，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他有限度啊，他能够了解宇宙啊，宏观世界能了解宇宙，微观世界能了解微尘啊，可是微尘里面的现象他没办法晓得，不知道了啊，宏观世界以外他也不知道了啊。以外那就是自信的，对，他能够圆，就是对外能圆虚空法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信啊。自信呢一定要定功啊，一定要把所有一切念头通放下，就现前了，对，真相就现前了啊，它是真的，所以用不着你去找啊，你自然就明白了啊。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位一定要知道，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明心见性的方法很多，它不是一个方法啊，门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没法子计算啊。八万四千是世尊在教学里面用的归纳法啊，实际呢是无量啊。无量怎么来的呢？无量是从阿赖耶妄念上来的，就是说
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啊，佛说的这个话，逐渐逐渐我们能体会到了。啊，无量无边的杂念，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的波动的频率，啊，频率无量无边，任何一个频率。只要你不动就见性了。啊，你在震动的时候，啊，极其微细的波还是无量快速的波都不行。啊，你看到这个现象是波动的现象，像看海水一样，啊，你所看到的是浪，是波浪波涛。啊，其实那个波浪波涛就是海水。啊，把海水比作自信，把波浪比作阿赖耶，哎，还挺恰当的，哎，真的它是一不是二，啊，阿赖耶是一自信起来的，就好像波浪是一水起来的，啊，什么时候能见到水平呢？啊，波浪停止了，水平就现前，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不修定不行啊！啊，我们念佛是不是修定呢？是的，用这一句佛号把你心定下来。啊，所以无论起什么念头，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啊，这个就不去管它，只要有念头，心就动了。啊，不是静。啊，念头熄掉了，心就静了。我们用什么方法呢？这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了。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无论什么念头起来，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觉是什么呢？要把念头压下去，这就觉了。啊，那我们念佛人。无论起什么念头，啊，念头才起就警觉到了，我起了念头了，啊，第二个念头了，换过来换阿弥陀佛，啊，只许有一个阿弥陀佛念头，不许有其他的杂念，这叫会念佛了，啊，这叫会用功啊。一直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压，把所有念头都压平了，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就见性了。啊，如果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话，见不了性。为什么呢？它还是个波动，啊，还是个小波浪。不过这个波浪是很有秩序的，啊，很平静的，很温和的，很有秩序的，它不是乱来。见性，我们修行就圆满了。啊，随着我们的念头，啊，也就是禅定的功夫，啊，小定见一小部分，啊，大定呢就见一大部分，啊，究竟圆满的定呢，那你就全见到了。啊，随着定功前身呢，你的境界不一样啊！啊，一定到甚深大定，啊，这个就是佛所证得的啊，究竟圆满的啊。那我们看慧能大师所说的，这是究竟圆满的啊。究竟圆满什么时候证得呢？在《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华严是原教，别教呢是初地菩萨证得，他们所证得的境界就是定功是相等的，智慧不一样啊，智慧原教的智慧高，
别教智慧就要差一些，这两个人相比啊，功夫一样，会有浅深不同，所以圆顿根性是非常可贵的啊，根性也是经历很长时间熏修成就的。为什么定？它的作用殊胜啊！现代的科学家知道，空间确实存在着有不同的维次。从理论上来说，空间维次是无限的。啊，过去黄念老告诉我，他是学科学的。世界上科学家证实，至少有11种不同维次的空间。这是已经被证实的，没有被证实的，在理论上啊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能体会到啊，为什么呢？空间维次从哪来的？这科学家没说出来，我们学佛体会到了，从哪来？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有空间维次啊，它是制造的，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你放下一部分啊，我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了啊，这是放下很小的一部分，不执着了。啊，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没有了。啊，六道以外有，你见不到。啊，六道里面没有了。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小乘阿罗汉辟支佛所得的定。那是深定啊，因为在六道里面也有修定的，四禅天就是修定的，你没有定功，你见不到啊，它有空间维次啊，你的定功能够突破初禅，你就见到初禅；你能突破二禅，你就见到二禅。啊，四禅天这个定功啊，就有4个等级。往上去，无色界天也有4个等级，叫四禅，合起来叫8定。啊，佛讲这叫世间禅定，这是六道里面的，没有办法突破六道。啊，如果再深一点，就突破了。啊，《楞严经》里面讲的第9定，啊，4禅8定是六道里头第9定就突破了。啊，第9定到哪里去了呢？到十法界最下面这一层，声闻法界。啊，这个定功再起，再往上提升一层，就是圆觉法界。再提升一层，菩萨法界。啊，再向上提升，佛法界。
在十法界里面没出去啊，啊，出六道没出十法界，啊，出十法界，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甚深大定，这是什么？自性本定，你这个定功啊，达到了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啊，本无动摇，他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境界是原教初住以上啊，华严经初住菩萨脱离十法界了，他到哪里去了？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他所证的跟究竟果地上的佛果是完全相同的，只是无始无明的习气还带着一点，还没有断干净啊！真正断干净了，他就不再是宝土。啊，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啊，十宝图从哪里？还是阿赖耶现的。啊，那个世界跟我们十法界不一样。十法界有变异，有变化，那个世界没有变化。诸位要记住，进入那个法界身相永远是年轻，无量寿他不衰老啊，人没有变化，山河大地也没有变化，树木花草也没有变化啊，真的是凡夫心目当中所想的长生不老啊，啊，不生不灭的境界啊，啊，这是十宝图啊，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没有了，他又提升了一级，升到哪里去了？升到长极光里面去了，这也许就是科学家所谓的啊，这个宇宙啊怎么到最后不见了啊，科学家他们的说法，这宇宙假使是100个分子，现在科学家能够理解的，能够观察到的只有十分之一啊，10%的宇宙，90%的宇宙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大概就是90%的那个宇宙啊已经回归长极光了啊，长极光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不拘任何现象，所以无论什么东西都探测不到，只有无始无明习气断了，你才完全明了了啊，长极光虽然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到无，因为长极光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德相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赞叹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是赞叹长极光，赞叹当人的自信啊，也就是每个人的自信，我们自己的自信。
这究竟圆满佛的境界。下面为我们解释啊，盖以海印等诸三昧力。这个海印就是如来所证的。啊，把自己所证的比喻成大海。啊，这个大海是性海，就是自信。啊，自信大海。啊，印就是我们像水面啊，水在很平的时候像一面镜子啊，它能把外面的镜像这个境界像通通照在里面，清清楚楚，这个印就是这个意思啊。说这种三昧力就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啊，能够把自信所变现的境界，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通通照见了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全照见了啊，所以令一切法了，并然起现，无碍圆融啊，不但现前的都照在里面。过去也在里面，未来也在里面，这个不会错，这叫无碍呀！啊，所以在那个里面呢，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啊，佛家常讲呢，横遍十方，数穷三极，你全见到了，丝毫障碍都没有。下面一句，这是引经作证啊，这是华严经上佛说的。若未成熟住三昧，夜夜出生成等定。啊，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微观世界，用微尘来做数量，都数不清了。啊，微尘数的三昧，每一个微尘三昧出生。成等定啊，微尘数的大定，这什么意思？这句话像极其微尘，在今天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小光子啊，量子群那么小的。那么样微弱的那个定都不干扰了啊，它都不动啊，那何况大的大风大浪啊，那么微细的这微波的时候都不动，真的是能大师所讲的本不动摇，这本来没有动摇啊！啊，真正见到真心的，你见到有动摇的是阿赖耶，是妄心。啊，妄心从极其细微，就是微尘那种这个波动，到整个大宇宙。啊，都不能够干扰他了。啊，这身定的作用，啊，这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啊，我们要想要修定。啊，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工作里面修，在处事待人接物。怎么个修法呢？修不执着。小乘定。修不分别，菩萨定。修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如来定。84000法门，无量三昧，离不开这个原则了。掌握到这个原则了，你的应用就非常活泼。啊，眼张开了，看外面的境界，不为外境所动，你的眼根在色尘上得三昧了，你不受它的干扰。啊，你有定功，把这个外面境界相看穿了。境界相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就像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能在境界相里面看出来，像今天量子学家所说的，所有一切这个物质现象啊，是意念累积连续的一种幻觉，它不是真的。每一种现象都可以回归到波动的状态，这就是什么？你在相上见到性，性相一如，性相不二的，相上见到性，耳听音声，而这个这不叫耳识啊，叫闻性。闻性在音声上得三昧了，成就三昧了。啊，你吃东西，舌根在味尘上入定了。入定知不知道？清清楚楚，那是智慧。如如不动，那是大定。这妙用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要会用功啊，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用得上，你就会了啊。幕后第十，神通解脱啊，他这个十条也是有次第的，不能乱的。得定之后才有神通啊，神通就是妙用啊，神通解脱。解脱就自在之意啊，自在当然没障碍了，有障碍你就不自在了啊，自在就没障碍了。为佛以神通不思议解脱之力，令一切法于一法中建立，显现圆融自在。啊，这是真的。我们如果说是真能体会，啊，真的不怀疑了，肯定佛说的这句话，啊，那这就是佛也说了，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一经通，一切经通。一法门成就了，一切法门成就，
这里面说的是我们比如说这个经吧，一经通不是佛教经典啊，所有古圣先贤经典全通了，为什么在一法里头见心呢？法法都是自性呢，没有例外的，那怎么会不通呢？当然通了啊，于是你学习的方法了，就真正得到了啊，才知道古大德所说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其来有自啊，它有道理的啊，它不是随便说的，这不是经验的啊，这是通达自性性相作用的事实真相，它是这样的啊。可是你要真正见性，你只有走一条路，你走两条路就太难了，你走三条路就更没指望了，走四条路你到十字路口了，你越迷越深真正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你只要你见性呢，你在一法里面呢啊，一切法了在一法里头建立啊，一法就是一切法啊，一法通一切法通啊，你的心永远是定的啊。定的境界什么呢？没有人问你，向你请教，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那什么般若现前呢？这是般若的体啊，那就是大定啊。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啊，全是定境。那有别人来问你，就好像在水里头啊，丢了一块小石头，起了小小的波浪。你立刻回答无所不知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无所不知啊。啊，我们凡夫习气很深然无言重啊，看到这个世间人都广修多闻啊，我们也样样都去涉猎，样样都去学习啊，结果什么？费了很多的时间，费了很多的精力，一样也没通啊。那么所学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佛法里面讲叫所知障，你看你除了烦恼障之外又多了一重障碍，障碍什么？障碍你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慈悲当年在世就表演给我们看啊，他好学，我们世间人的赞叹，聪明好学啊，这个年轻人呐、啊，十九岁出去参学，学了十二年，到三十岁那一年，
大概在当时宗教界学术界的高人通通亲近过了。啊，都向他们学过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广学多闻了。啊，他来表演给我们看的，这条路是错误的。啊，问题解决不了。啊，当时印度宗教界、学术界都崇尚定功，没有不修禅定的，所以四禅八定在那个时候是普遍的现象，不是佛门有。啊，经典上讲四禅八定是讲那个时代的，啊，一般人普遍都在学，啊，柳道是看到了，这个空间维持突破了，啊，上面到飞翔飞飞翔天，下面到阿鼻地狱，这个障碍突破了。啊，可是还有问题。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东西？这个问题，宗教界没人能答复，学术界亦复如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他在毗婆罗树下入定，把十二年所学的全部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所执障，豁然大悟啊！啊，这经上记载，夜读明心，豁然大悟。这才明心见性呐，问题解决了，啊，六道从哪里来的？知道了，为什么会有六道？也知道了，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好，世界太大太大了，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华藏世界品》，宏观世界，世界成就品，世界怎么来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在此地讲，此地讲的，令一切法并然其境，啊，与这个一切法与一法当中建立，啊，这是释迦牟尼佛30岁成就的，这个成就得到之后，他就开始教学了。啊，从事于讲经教学的生涯了，一直到79岁，他79岁圆寂的。啊，经典上所谓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他的教学生活49年。没有一天不教啊，一个人也教啊，两个人也教啊，啊，常年讲经啊，声名在外啊，啊，慕名来学的那就不计其数啊，啊，常随弟子1255人，啊，这一批是不离开他的，佛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啊，生活简单朴实，不麻烦任何一个人。啊，他们没有房舍。啊，晚上住在哪里？住在树下。啊，那个时候
原始森林很多啊，到处都能看到，在晚上树下打坐啊，白天出去偷播，日中一时过这么简单的生活，悠闲自在。真的《论语》前面讲的两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什么？学生来参学的人。啊，每一天都有参学人向他的请教。啊，时间短的几个小时啊，就走了。时间长的啊，有的人跟好几个月，有的人跟他一两年才离开。啊，你想学什么他都教你。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没障碍了。啊，真的是闲心圆融自在了。啊，经云：于一尘中建立三世一切佛法。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啊，一切佛法就是对于一切法觉而不迷。对于一切法了，真正证得大圆满了。这个一段玄门无碍摄因，我们就学到此地。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文，在六十面第三行，本经积功累德品，这是第八品啊。经文上说，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这一章里头讲极乐世界的历史啊，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啊，等于说他在大世界里头办一所佛教大学。这个佛教大学是个一条龙的学校，等于说从佛教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有四徒，他有凡圣同居徒，凡圣同居徒下下品、中下品啊，这个下中品、下上品，他有九品，像是小学。方便有余土，好比是中学，好比是大学啊。声闻缘觉是中学，菩萨佛是大学，这方便有余土九品里面啊。再往上去呢，这是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那是研究所啊，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个一条龙的学校啊。他在那边办学，得到十方诸佛赞叹了
啊，学生从哪里来？十方诸佛如来都把他们的弟子等于说是保送到极乐世界。啊，你看我们怎么知道的？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嘛。释迦佛也不给我们讲这些事情，不给我们介绍，我们哪里知道有极乐世界啊？啊，而且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修学不难啊。啊，基本的条件就三条啊，信愿行。啊，你真信，真愿意去，真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就行了，就这条件就行了。啊，生凡生同居土。啊，那个世界最大的好处，啊，这是古大德常讲的，弥陀净土第一德是什么呢？寿命长，无量寿，佛无量寿，每一个人都无量寿。啊，那么在他方世界，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没学成功啊，寿命到了。来生再得人生继续学，至少要耽误20年。你就想想那个成就多困难。啊，过去生中所学习的阿赖耶里的确实有这些修学的一些资料啊，但是这一投胎一转世。啊，20年受很多染污。啊，因为你有缘，你一定会到时候有善知识来帮助你，来提醒你。啊，你又来再重新来去学习。啊，学习研磨到成就，寿命又到了。啊，生生世世这个搞法。几十世都不能成就啊！如果对净土法门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遇到这个法门，真正肯相信、肯发愿、肯放下一切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呐！啊，那成就是真容易成就啊！啊，难信易信呐，稳当啊，快速啊，保证你成就啊！啊，这是讲阿弥陀佛。建造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助真实慧，勇猛精进，自信般若智慧，啊，勇猛精进呢，他也有老师啊，老师晓得这个学生有抱负，有远见，心量很大，啊，自在王如来啊，啊，他也去参学，啊，参学多少处呢？遍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道场一个不漏。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参学一样，所有宗教学派通通去学过，一个不漏。这是勇猛精进的，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制庄严妙头，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取一切诸佛道场的长处，一切诸佛道场有缺陷，他通通能舍掉。所以建立一个极其完美的修学环境。不是偶然的。故知极乐一真清净庄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这句话重要啊。极乐世界的正报，从整个世界正报是阿弥陀佛，其他都是依报。依报是十方两目阿弥陀佛的，念佛到往生到那个地方去的。那从我们往生去的人，我去了，到极乐世界了，我是正报，阿弥陀佛也是我的依报。这依正的意思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华严经上讲的主伴圆融。我是主，阿弥陀佛也是我的伴。你是主，我跟阿弥陀佛也是你的伴。任何人都做主，任何人都是伴。主伴圆融清净平等觉。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知妙土庄严即是清净法身，无二无别。往生论里面所说三种庄严，这三种庄严，第一个佛庄严，第二个菩萨庄严，第三个国土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往生论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是阿弥陀佛。菩萨下下品往生的，凡圣同居处下下品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个个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法门称为男性之法了，就在这一句。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人呢？华严经上初注以上，超过十法界。这超过十法界可不简单呐，在我们这个世间修年修多少年呢？论劫数算呢？怎么一往生就做了阿惟越智菩萨？
这是很多菩萨不相信的，哪有那么容易啊？他是真的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凡是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耶之菩萨，他说三种庄严呢，如一法具啊，一法具是就是清净具，清净具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知妙土庄严呢，即是清净法身，无二无别了。啊，那正得清净法身，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都证得清净法身。啊，这一种殊胜的利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讲过这个话，只有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这么说的，啊，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十方诸佛刹土里没有啊，啊，经中受乐无极品。这第32品啊，有这么一段经文，一旦开达明彻，开始心开了达，那我们叫开悟了，通达了，明白了，透彻了啊，自然中自然相啊，啊，自然是一切现象，一切现象啊，就是自性本然之相，在哪里啊？就在现前。我们迷了，不知道一切现象啊，就是自性本然之相，我这不知道啊！啊，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参毁也，转变最甚呐、啊！一切自然现象，这个之根本啊，根本就是讲决定是有自性，根本是自性啊，一切自然现象我们常讲啊，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之性就是根本啊，真如自性啊，他没有自己的自性，他的性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是共有的啊，像大海里面起很多很多的水泡，每一个水泡没有自性，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海水啊，所有水泡都是以海水显现的，离开海水哪有水泡存在啊，我们把水泡比作一切万法，万法啊，海水就是根本啊，所以一切自然现象啊，决定有根本啊，这个根本真性啊，
自然光色忏悔呀。啊，第一个自然，这讲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个现象光明色相叫光色了，忏悔时参入回转啊。那么这些话都是现在科学家研究的啊，这个物质跟精神的现象所发现的，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转变最甚，就是变化无穷啊。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出生无尽的 啊玉丹成其宝啊，玉丹是北周啊，我们讲四大洲东南西北了，我们这个地球是南阎浮提洲啊，这不在我们地球上，这是另外一个星球啊，白洲啊，自然出生自身之宝啊，就是我们生活所必须要的这些东西，这是什么？贝聚罗洲。所以佛法呢，他这一周没有佛法，这个在那里生活人呢太自在了，福报太大了啊。这是佛家常讲啊，富贵学佛难啊。贝聚罗洲的人不接受佛法啊，他们的寿命1000岁，几乎没有短命的啊，所有一切物质的享受真的是随心所欲啊，想什么东西东西都能现起啊，这生活太舒服了，太自在了啊，福报太大了，没佛法。所以咱们韦陀菩萨，你看寺庙里面讲三周感应啊，北周不感应，北周人不要我啊，所以他护持这三周啊，东胜神州，西这个西牛贺州，这是南瞻部州啊，这个三州感应啊，北周没有啊，这北周佛报大了啊，恒难成万物啊，恒是讲的空间，难是难取啊，一切法都是自然所生的啊。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不少东西，但是要人工去种植啊，它不需要啊，啊，完全是自然的啊，到处都是啊，所以它什么都不缺乏。叫受乐无极啊，这是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一经云，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性也，切薄于万物，佛之国土也，由自一心而现妙土。这是解释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一段，一旦开明，我们讲豁然开悟啊，豁然大悟就是这个意思啊。悟开明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心明心见性吧。啊，明心见性之后，这个切薄于万物，佛之国土。啊，佛国土怎么现的？自心现的啊！
不是从外头来的。啊，开悟之后你才真正知道啊，自性弥陀啊，唯心净土。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与我们的关系多么密切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你想往生极乐世界，哪有不生的道理？啊，所以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里面这两句话，啊，弥陀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弥陀啊，净土是自性变现的净土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你真正知道啊，我们跟佛、跟极乐世界的关系，你才晓得。你看，有很多啊，稍稍觉悟的人啊，非常肯定地说，我的老家在极乐世界，往生是回家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在外面流浪啊，吃尽了辛苦啊！啊，现在想回头了。啊，那么诸位想想，是在外面流浪容易，还是回家容易啊？回家肯定比流浪容易。啊，这些话都是真实话。啊，由自一心而现妙土。啊，这心现的。由心回转呢，已成世界。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啊，心这个念头。啊，所以现在科学家要发现，意念力量太大了，意念的世界能转变宇宙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由心回转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你明白这个原理。啊，知道这个缘起，你就晓得，本来是四事无碍，本来是圆明具德，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啊，一切得用具足，没有一样缺乏的。啊，古今云，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真如实相之本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事实真相。啊，故知所显现者，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呐。一切无非真如实相。在哪里？就在当前。啊，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
啊，法是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性识变的。明白了，肯定了，了解了。那这两句话了，你就肯定了，你相信了。啊，所显现的，我们六根对的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所显现的，当下即到，即事而真。这个道，这个真，就是彻底自信。啊，古无大德开悟了，见性，性是什么样子？在现象里头，随便指一个相。无不是自信呐！啊，老师点点头，同意了，就给他印证了。啊，即是事相当中，亦如是。啊，古德在老师勘问之下，啊，竖一个手指，老师点头，也开悟了。啊，这宗门里面的故事啊，这讲的公案呢、啊。啊，我是初学佛的时候喜欢看这些书。啊，现在很多年没去再看他了，很多人名字忘掉了，啊，朝代也忘掉了，啊，记得有这么回事情，有个小和尚很顽皮，很聪明，啊，老和尚有一天在问大家，他也举个手指，啊，那个时候出家人身上带着戒刀啊。啊，老和尚把戒刀拔出来，对，一刀砍，把手指砍掉了。哎，他就开悟了。你看，竖一个手指开悟了，这个是把他手指砍掉开悟了。他是模仿学别人。啊，结果老和尚，你看，这就是没有定法嘛，你怎么帮助人开悟啊？真是智慧啊，真有这个德能啊，知道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这一个举动他会开悟。观机那是大学问呐、啊！啊，触动这一刹那之间开悟。啊，夜夜无非真如实相，啊，任何一法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不是真如，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没有一样不是自性。啊，一切一业无非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是故超情离境，圆具实相。啊，这两个字很重要，超情离境。你才会开悟啊！你要有情执不能开悟，你还要有见解不能开悟
啊，你有见解是所知障，你有情识是烦恼障，这两样东西没放下，放得不干净，都没有办法开悟。啊，所以开悟的那个条件就是超情离见，啊，要超越情执，这很难了。啊，实在讲的是，这个烦恼障里头最困难的就是亲情。啊，如何能够把亲情放下？啊，亲情放下是不是无情呢？不是，这个亲情放下之后有真情。亲情没放下，那亲情是假的，叫虚情假意呀、啊，哪里有真的、啊？情多变呢、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真情永恒不变，我说自信里面的啊，它不变的啊。我们迷失了自信，真情就变成了虚情假意啊。现在大家所执着的是虚情假意啊，你不是真情出来的时候。那叫大慈大悲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那是真的永恒不变的。啊，所以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关爱超过母亲太多太多了，没有法子比。为什么？他是自信啊，从自信流出来的啊，永恒不变的啊，所以是圆居实学啊。我们学过这个实学门，圆满具足。一法，任何一法都具足圆满的实学这个才把一切法的性相离思因果叫圆满了啊！任何一法都是圆满的，都没有欠缺的，任何一法都是平等的。你看在这个经里面显示的，一微尘跟法界虚空界平等，啊，何况其余呢？法界虚空界今天讲的宏观世界，啊，一微尘是微观世界，微观跟宏观是一不是二。啊，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一是微观，一切是宏观。宏观具足是玄，微观也具足是玄。华严之独胜端在实玄，在一切经里头啊，华严独胜他胜在哪里？他讲的圆满，他讲的透彻啊，其他一切经佛在偏重某一部分说得很细，但是另外一面就没讲啊。一体有好多个面
就是我们举这一啊，这个胚子盖，你看看，你从这边看圆的凸出来的，这边人看呢圆的挖下去的，啊，从这边看的看到边，不一样啊，啊，这就说明佛说其他一切经都说某一面，而不是面面俱到。华严是面面俱到，他独胜在这个地方。啊，一切经合起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展开就是一切经。啊，华严经上有讲某一个部分，讲这一面，啊，可是佛在另外讲的时候，这一面讲得特别清楚，但是它不是完整的，华严是完整的。啊，所以称华严为独胜呢，道理在此地啊。啊，华严圆居十玄，无量寿经也圆居十玄。啊，我们在这一段看到祖师大德引用本经的经文，啊，十玄门里头每一门里面，我们这个经文里都有。啊，所以底下讲呢，经本经一句啊，啊，无量寿经也具足了十玄门，这足证本经不异华严。啊，这一部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华严末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经本经全显净宗啊，引导凡圣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成有据也，有根据的。佛在教学当中，啊，大乘教学当中，经常说过，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啊，换一句话说，菩萨要想成佛，必须得修普贤行。那修净土的人是什么人呢？修净土的人都是修普贤行。你看看我们这个经啊，这个本子，下莲老汇集的48品，第二品你看那个题目，德尊普贤，这就说明了啊，净土宗一入门就修普贤行，经文上讲得非常清楚啊！啊，在114面，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这是净宗学人呐、啊！第二品头一句啊！所以夏莲老把这一品的题目定作“得尊不贤”。净土跟普贤菩萨的关系太密切了。普贤菩萨在华藏世界代表的是行门。学佛的同学。我们家里供养佛像，佛像是表法的，不能把它当神看待，那就看错了，就迷信了。佛像是什么？提醒我们自己的。这个功德大了，怕我们忘掉啊！早晚到佛堂去礼佛，提醒自己。我们这边讲经后面是华严三圣，当中是毗卢遮那如来，两边就是文殊普贤菩萨，你看骑着象，骑着大象的是普贤，骑狮子的文殊，文殊代表解门，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实践呢，就真干呢。普贤菩萨教我们修行的十个纲领，要记住啊。第一条就是教我们离境诸佛。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有礼貌，要懂得礼敬，对人，从内心里面发的真诚心，对人恭敬，为什么对他恭敬呢？他本来是佛。在《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呢？现在他是个糊涂佛，他迷而不觉。他是真佛，你不能说他不是佛。只能说他是糊涂佛，他会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用对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那个心一样待人。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释迦是弥陀，我们就学会了。我们离境诸佛就做到了。对一切无，像坐一板凳，坐一板凳，你不能见到他也90度鞠躬啊，那你就完全错了啊。对他尊敬怎么样呢？把他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这对他的恭敬。所以你要晓得。对一切万物花草树木。要照顾得很周到。对山川大地。要有恭敬心呐。为什么？那都是真心呐，自信变的。那这都是自信，自信在哪里？无处不在呀，无时不在呀，千变万化。为什么会千变万化？随着我们念头在变，我们一念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一念不善，那就没有一样是善，就这么个道理。
啊，西方极乐世界好，没有别的原因。阿弥陀佛教得好，天天讲经，天天教育，啊，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